而家喺唔喺度，我都做唔到啦。蛮久啊，没有见到。我叫吴佩斯，今年18岁。伊文，今年18岁。我叫刘瑞豪，我1955年出世嘅。我名叫陆翠玲，今年66岁。我叫黄阿里，地方的黄，礼貌的礼，85。姓刘啊，刘玉英哦，90人。我哋又好少少同阿媽接觸嘅，只有阿媽煮咗嘢叫我哋食飯嘅啫。我媽煮又好少煮噶，生好多個仔女嘅人嚟嘅，好多個。I'm the number one 啊！媽媽佢好惡嘅，但係佢教我，佢又冇受過教育嘅人嚟嘅。你有咩事發生啊？就我阿爸爛到佢啊，攞我哋出氣，但係過後佢喊對我哋，攬住我哋。就發脾氣，但係我好愛惜我媽媽，好偉大嘅女人嚟嘅，慳埋為咗仔女，但係嗰啲仔唔聽話。每年哦，他帶我出去吃咯，這次他有來帶我，我不要，因為我們老了，是不是？又跟不上人家，是吧？我自己不想要，我想。你要是有孝心我了，你就买一点东西来给我吃就好了。儿子就没有。有出去食下嘢啊，又翻嚟啊咁啊。住我又冇住，草心铺我翻嚟住4日，呢个草心铺我翻嚟住4、5日咁样咯。个个都叫我翻嚟住两个礼拜翻嚟，我唔去咯。佢一边一度，呢个叫。我媽出去買菜時候，跟你出去八室咯，出去八室買嘢，聽可以飲水啊嗰啲咁樣就有啦，笑啦，不過好笑，啲機會都好笑。佢中意嘅嘢就係開心啦，打下麻雀食下嘢啊，咁樣就好開心咗啦。去，我睇我媽媽係咁啊。不過如果係我俾啦，就帶佢近近啊旅遊下，一日遊啊，食下嘢好啦咁啊。我中意咁，可以大家有時間我同你溝通一下嘛，唔係我做工我都唔得閒，係咪？我見到我就攬住我媽媽錫嘅，好中意佢，啲雖然惡但係好好嘅，為一頭家風險好大。可以陪伴母亲，开心啊！俾阿妈开心就得噶啦，煮啲嘢俾阿妈食，自己都好开心噶啦，系咪？嗰阵时我哋仲细，我妈喺度嘅时候，我哋好细啫。我妈细嘅时候，我只13岁、12岁啫。我妈入咗医院就冇出到嚟。如果我系真系有多啲时间，就带食下嘢、行下街，同佢一齐咁样，多啲时间同佢一埋齐。因為一個人生老病死，唔係講永遠噶嘛，係遲早嘅事情，所以我要有時間多啲陪埋佢哋，開心。都唔知諗唔到乜嘢啊，唔識諗啊。佢叔媽各有各，結婚叔媽分開曬住咯，我都冇諗到呢啲。出去外面慶祝啊！吃東西要走。什么计划？我不懂哎，没有想过。
身体健康最重要，然后过要开心啊，要健康快乐。阿妈，你喺度，我哋好开心。有见到你，我哋我好开心噶啦。我哋做仔女嘅责任嘅啫。阿妈最好你留低，同我哋一齐，同我一齐住，同阿妈开心，阿女又开心，咁样。最紧要系一家人。Yes。我真係冇諗到攬住個爸爸講，媽媽，我好愛你，我唔敢講，我好遺憾，我攬住我望我錫咁咯。而家係唔喺度，我都做唔到啦。